夏天到了，真的吃啥都觉得没胃口。今天做了一份番茄肥牛面，我的妈呀，好喝的汤都不剩。番茄想尽一切办法给它去皮就对了，这样的汤汁才会浓郁酸爽。肥牛就是越多越好，焯个水就可以出来了。接着热锅起油，必备煎蛋搞起。接着看我完美翻蛋，不要担心，这颗蛋依旧完美。锅不用洗，直接倒入我们的番茄丁，翻炒出汁以后，加入屏幕左上角这些调料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下面条啦。我不喜欢面条煮得太烂，所以我煮了一分钟，你们喜欢烂一点可以多煮一会儿。然后一分钟以后摆上青菜蛋装饰一下，再煮一分钟，汤汁浓郁酸爽开胃。这面条是爽了，我差点没被我妈骂死，说我炸厨房，我可不认。多亏了我的清洁小助手天科洗地机，用起来就跟遛狗一样，毫不费劲，它会牵着我往前走。干湿垃圾一次搞定，扫拖一次完成，还不需要更换拖把头。 LED 屏幕的光圈代表是否干净，红光代表不干净，当屏幕显示蓝光的时候代表已经干净了。放回底座，点一下一键清洗的键，就可以开始清洗啦。真的太适合我们这些手白白嫩嫩的小仙女了。这个拖布是不是超级干净？这下我妈可骂不着我了。